有没有想过跟同性上床？对方啊，对，对方二一屁呀、啊、Hello 早上起来早上今天呢要来玩一个过时了很久的退烧很久的一个游戏啦。这个游戏我记得是两年前就是掀起一波热潮，然后我们 最近才刚公布嘛，所以还是要蹭一下这个热度，就是觉得说这一辈子一定要玩一次、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快问快答啪啪啪。对，这个就这个哎，不是那个啦，不是啊，吓死我了。哎，等一下，这个是存钱筒，放回去。哎，还是这个啊、反正只要对对方的答案不满意的话，就直接 K 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对方想要拥有的一个超能力，哈哈。哎，你要拥有的什么超能力啊？你看你都不了解我。我看一下啊、哦，我知道了啦，你一定会满意的，好不好？一，噔噔，哎，没错。你这是不是嫌弃我？你这嫌弃我？你要我变轻？你自己讲哦，你是不是要？你是不是要嘛？你就可以把那个体重机丢掉，然后你可以一天到晚吃宵夜，多么幸福一件事情啊！你要变什么就变什么。我好好思考一下。今天要50几公斤，你要60几公斤，你要30，你都可以变出来。而且你今天要变成一个 supermodel 啊，走在街上让那些网美自卑到爆。所有的男人应该都是梦寐以求的。时间一停止，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吗？就是回家，看到你老婆很认真在做家事，觉得她很辛苦，所以你就时间暂停，然后把所有家事都做完，然后你再按开始。你哎，怎么一瞬间全部做完了，好轻松哦！这样子她会完全感受不到你的用心。如果你要帮她打扫家里，你就不需要时间暂停，你就跟她说：“老婆，你好好休息，我今天来帮你打扫。”对，所以这一个是说法是不正确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时间暂停。时间暂停呢？可能你老婆她可能看到你的时候地板湿了而滑倒。你就按暂停，把它接住，好，再把它扶正，再按开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看异性第一个地方看哪里？三二一。哎、欸，没有，我那么肤浅啊！你那么肤浅、啊？没有，我跟你讲，我一定，好不好？身材这个我一定是第二个看。屁呀、啊！第一个我看什么？看脸蛋。我是看脸蛋多过于奶跟臀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他是大奶大臀，但是脸丑就真的就直接 GG， 还是要看脸的。错了，对。那你看我，你看哪？看哪？看你的全部啊。好，身份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会察言观色，不是说你势力跟人相处呢。势必要先懂得人家的身份背景，然后再跟人家做朋友，就比较。哎、欸，我先问，我第一眼看他哪里？我要怎么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是什么总统这样？有可能是路上遇到的那种，有什么好身份的？你真的很会答题目哎。共同的目标，好来 ，three two one， 哒。嗯啊，笑。你敢学我？知道，放一下，剪掉，剪掉，剪掉马赛克啦。我跟你讲啊，我一定知道。我帮写最准确的。最准确的、哦，好。三二一。什么？虽然是我开心的，可是不是。哎、欸，是哦，你脱光就差不多是个重量。没有，我刚有拍。哎、欸，多少？我看。我跟你们讲很好笑，因为我们刚买了一个新的小米的体重机，然后呢跃跃欲试，一个人站10次嘛，大概都差不多。差不多。哎、欸，可是我觉得以男生的一个角度来看，可能够记到这个前两个数字已经是很厉害。切，哎、欸，我才厉害吧？我是完全准确、欸。但是这样不公平，因为我后面这两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知道61，而且我。还有这个东西啊，6105，原来要买万字吗？4901，我脱光的重量是49.85。庆幸对方身上没有哪些特质，或者是习惯，或者是性格。干太多了吧？就把那种酗酒、吸毒、酒驾这种想去就好了。三二一，不懒惰，不对手游成瘾，啊，会谐音是什么？啊，这很难。公主有问题不讲，哎、欸，你没有公主啊，哦、就是你也蛮独立吗？独立，然后有问题不讲，一有问题就一定要讲，而且你还会主动讲，而且可是多数都是我讲，是吗？是不是我没问题啊？是我想太多吧？然后约炮，我约过炮，什么？我约过炮，你约过炮？假的啦、啊哦啊？我想说没有啊，应该是在我之前的事啊，那在我之前的事我都不管了，我真的没有约过炮。啊，好弱哦！对方最想去的地方，就说我等一下拍完片我要去哪里？不是啊，哦，我们在讲的不是出国吗？三二一，泰国，耶，可以一起去。Thailand，T H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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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A
我已经太久没去了啦，不行。为什么想去泰国呢？受不了了，我顶不顺。什么？我顶不顺。是朋友的时候唯一一起出过国的地方，然后而且他熟那边，他可以带我，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用做。然后我跟你们讲，还有一点就是，他想带我，他很帅。如果有一天分手，可不可以当好朋友？哎，等一下，他妈陷阱题，三二一。写什么啊？他胡言乱语耶，造谣是非耶，还不可以耶，他直接他跟我直接断绝关系耶，你看到了吗？女人的真面目就是这样啊，他心里已经想很久，我跟你讲。你本来先说，你讲清楚。我写可以哦，可以，因为我想我们不可能是因为吵架分手。哦，但是不可以，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分手，不可能分手。你好好跟我讲，不要，我不会，我真的会杀你。所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女人嘴。骗人的鬼，如果真的要分，一定是你不情我不愿的，逼不得已，然后我们都很遗憾这段关系，懂吗？这样子就是你没有根据题目来回答，所以答错了。我直接把你的题目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第一次牵手的地方。我知道啊，你这次记性很差。我跟你讲，我一定不会错的，好不好？来，三二一。不是，你那记性很差你他妈连男国家都不知道。对，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才想的题目，怎么会在想，到底是什么时候？你昨天造句作答怎么样？好像你接近一点。典礼的一首歌，三二一。啊，我知道你写这个。耶。Is this? Yes, yes. 真的吗？ Yes. 为什么？就喜欢啊。对啊，歌名是 My Future 吗？还是 My Future？ 哦，因为我刚刚不确定他歌名是什么。可是他们都说我喜欢的，所以又没有打嘞，真是。真的，我们什么时候变情侣啊？有没有想过跟同性上床？对方嘛。对，对方实际做过另当别论。三二一。有。屁呀、啊！没有吗？没有啊。没有吗？我没有啊。想哦。我真的没有。想象就是我就想，这样真的不可能，这样子也算了。哦，可是你有说你有喜欢过女生。对，可是后来我就说，我懂意思了，就是你有喜欢过这个人，但是当你想象你跟他上床的时候，你就想吐了。我不知道想吐，我就想吐。像没办法。有啦有啦，想象一定要有吧。对方最自豪身体的哪个部分？我们只要写一个字就好了。哈啊？那我只要写一个字就好吗？嗯。怎么可能？好像是哦。我看你的鼻色。柔软度也不对啊，我什么好自豪我的柔软度？不自豪啊，因为我弯不下去，你都弯得下去啊。我不会劈腿，都你在劈啊。你写错了，你写什么什么脸、啊？我虽然是蛮自豪的，可是写错了。三二一。屁蛋啊！我他妈的，妈我要拍一张泳装照前你，我要去多少次健身房我才敢拍？所以你就为你就对你健身完后的肌肉感到自豪啊？可是有个地方是我不用做任何努力，它就已经是 perfect 的。写出对方的怪癖，好，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高尚，你承不承认？他每次都不止，不管是你讲啊，你要自己讲啊，就是啊，我盯着，我承认啊。可是我讲的不是床上啊，我知道啊，厨房也可以啊，厕所也可以啊。就是没有，你们不要想那么歪，就是喜欢模仿公狗。对，就是喝水的时候要蹲在地上，拿狗碗这样。然后可能他丢东西的时候，我就用咬的。不，我相信不只是你啊，其实蛮可能很多男生也会这样。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写，是不是嘛？这个是怪癖啊、喔，是怪癖，屁呀、啊，绝对是怪癖。我刚刚就擦，我前几次都擦，我已经解决了，很多次都没有，每次都三番两次提醒哦。就我没有别的像你这种怪癖、啊。好，我知道了。长了，你写了一篇作文。我写了一篇论文。好，三二一。一定要用洗碗巾洗眼镜去厨房间。那他一定要洗碗巾哦，从不放弃。因为我的配眼镜的师傅告诉我，不能用沐浴乳洗发巾来洗眼镜。你看我上网也找了，洗碗巾是 OK 的，或者是专用的眼镜的洗衣机， okay. 那个是更难拿的，所以最方便就是洗碗巾。就在外面吃饭，你就直接冲进厨房，然后但是不好意思，各位借我洗碗巾，然后我觉得。就觉得哇，你在干嘛？但是人家厨房哎，因为到你家后院了、因为他是说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吃饭，对，然后突然就想，我想借洗碗巾洗眼镜，他就直接走进厨餐厅厨房。可是他又不会麻烦，他就开个门给我进去而已。搞不好人家的，他可以拒绝我。厕所里面有洗手液，不能啊。不能用洗手液啊，这个真的蛮怪的，因为我真的很常吃，在星巴克也会这样，可以跟你借点洗手。对，然后我就看他们的那些店员的脸，就是啊，我是旁观者，然后我就每次我都不敢讲话，真的吗？我就当作我不认识，我就想走掉。你都你
所以你是觉得很怪哦？那你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啊。好，但是如果我是店员的话，我可能不会理解，无伤大雅，无伤大雅。你这个才怪吧，就是生活小情趣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好，答到成分比较少啦，那就补一些画面给大家，好不好？耶！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啦。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不要忘记去看小铃铛，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然后呢，在苏雅那边呢，有另外一支影片呢，是回应大家的 Q&A 问题，也不要忘记去右上角呢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哟呼呼呼呼，打够喽！